1, 3, 2, Five, seven. Go! Seven, eight. Eight, all.觉得总体打的，还可以吧。对，一上来的话，我觉得稍微注意力有点慢，因为可能前面刚打完双打也是有点累，感觉到饭点儿了。对，然后后面从第二局到后面几局就越来越好，然后自己也更投入。我觉得当然这种压力肯定跟之前世界比赛没法比。 对一个大赛完了，通常他对于比赛的这种兴奋度呀，各方面会有一点下降。但是呢，肯定上了场就还是希望想赢。对，所以我觉得，还是拼命去调动自己吧，然后希望能够在场上，把比赛打得更有价值，然后，把自己想练的一些技战术、临场的应变啊，能够运用得更好。 11-5, game and match. Liu Shiwen, 4 games to love.